吃货的能量释放掉。这两天玩得开心吗？谢谢，哎，谢谢各位哥哥姐姐们让我学习那么多，真的这两天学习到很多，还有一些就是我没空，不好说，可是真的学到很多，就是哎，真的上课老师讲了没有现场来的那么深刻，然后同时也是真的很多东西是需要靠领悟去领悟出来，有时候言传没有办法去意会，对，真的是差很多。然后真的很谢谢大家，谢谢。